找到我拿个活吧，啊，给上个活吧。哎，啊，臭蛋，你干啥呢？我打野。你拿个什么鸡巴玩意儿打野呢？搁这儿？拿个孙膑打野。这鸡巴玩意儿能打野？你他妈逗我呢？你搁这儿？这鸡巴玩意儿打野老狠了，你不知道吗？我他妈就没见过这破逼玩意儿打野。老板，这骂人呢？对面可曾听闻峡谷五个府？老板，你就跟着我的中了，我不忽悠你，我称牛逼了。输了的话。你说咋的咋的，我赢了的话你都叫我一声宝贝儿，外加我问你真心话大冒险的敢不敢等他。那我有啥不敢的，真他妈有意思。那都行了，那都行了，你们选这五个边疆英雄。行，你就说输了让我咱惩罚我就行了啊。等他。我操，等来，我操，不行，我不行了。一开始上来就不行，你说你还能干点啥？啥行？这边！哎呀！这刘备端着个鸟枪，等，啊、嗯，老板，你有1.5米吗？咋的呢？我残疾了，我腿瘸的哦。不是，那段让你给我锯了。不是，我这是我听着你的声音，我难道听错了吗？你这你纯，你真是，你找妈吧你搁这儿。不是你多高？你倒是说一下呀，多高？嗯，老板多高？高都是1米多的个儿，怎么到你这我就成残疾了呢？一米多多少？那、啊、肯定多，挺多的。这多不多少？说实话。什么叫多不多少？多少？我跟你说、啊，女孩子的身高，你再说实际上多少都行了。啊、1.52米，精确点儿。老板跳起来打着我的膝盖呢。咋的呢？你1.53米啊？我1.52米吗？老板，这么精确吗？现在？跟你说，光脚丫子凉着呢。哎、来，过来。非常精确，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笑什么呀？我笑话我？没。我笑他1.62米，你我没笑话你，我都说1.52米，这2.5给我干笑了啊！不能笑 啊！我跟你讲，我精确，女生身高是来，这小子跑挺快呀、啊，这小子跑挺快、啊。还可以翻墙。老板，你体重多少呢？来，刘备杀。100来斤的意思就是100斤左右。搞的我看他打底子是什么个情况，上哪儿泡啊？啊？得到吗？还跑上哪儿泡？跟狼是不是能好一点呢，老板？什么东西啊？不是跟狼？小天，你给他怼枪佛去了吧？你这都是啊？老板，你给我精确一下你的体重吗？我100来斤的意思就是100斤左右。看兄弟们吃饭，能不能给我点点心呢？啊，这季不给我点到3万爱心，我他妈也不推了啊！我都在家。上水晶沙打底腕去，那就啊，来干！瓮中之鳖，大哥，老板签一下，来了，签了，杀！这车这不错，没事，杀的！跑吗？跑，你上哪儿跑？哦，满台西药，我过去了。台西药，牛皮兄弟，可以。打底跑真快。打底跑得太快了，老板出过几个男朋友啊？2个呀。老板，咱们能谈点私密的问题不？嗯呀，就是咱们当朋友说这聊聊天嘛。嗯，那行，别太过分了、肯定不太过分。小姑娘那啥的，小姑娘啥的脸皮都薄啊，给我留点面子啊。薄吗？给我整不自信了，我靠！就是老板，这两个男朋友的话。就是都处了多长时间，处了多长时间啊？搁网上处的算吗？就是现实生活中见面那种，都是把你拿匣子那种。
哦，对对对对，关键是我搁网上认识的呀，搁网上聊上了老久了，那也才见的呀，那也得把你拿下了，就是说那都算。哦，那刚开始就不算了呗，那也就也没多久，刚开始在网上搁来了好几年，然后等那个啥，等毕业了之后才见了一下子，然后之后才那个算确定发生什么，嗯，啊，把你怼了。咋的？到你这就成怼？那是不好听了，大哥，那都为爱鼓掌了。对呀，但是有感而发，到你这成怼了。嗯，我怼了你。那不都一个道理吗？我这人说话比较直，老板。你这也太直了，你好歹拐个弯儿啊。弯儿拐不了。啊。嗯，老板，问一下，就是你一米，就是你下巴下面那两个圆圆鼓鼓的东西，用水果来形容的话，是什么水果呢？橙子，没看我这名字吗？吃剩的呀！啊，最近吃剩的呀！要打那么着，别说咱们吃剩的呢啊！嗯，老板，我们也喜欢吃橙子。不对呀！嗯，我才反过来，你们四个你一句我一句的，这套路啊！那搁这儿不是说赢了才真心话问问题的吗？啊，现在你才问上了。对，忘了。来，大姐，过来。这一天成了套路。妲己，我们来了。妲己把大宝都逮住。我套环。我直接薅回来。我直接长那一下。我再套个环。这死了。牛逼呀！我操。这都死了呀！我的个天哪！这也忒不经打呀！我们来了。啊！太酷了，感觉。这小孙兵行事儿呀，我靠，还行吧，老板，一会儿我们上潜水里杀妲己去，你看我们多牛逼啊，太牛了，你看我们有多牛逼就完事儿。妲己说话呀，哎，我录个屏，到时候就装是我玩的，行。越不越老板，你我感觉你这笑得这么淫荡呢，怎么说苏烈鬼故事怎么说，我来了，我就直接干吧！嘎！妲己都不值钱了，这妲己都不值钱了，妲己都不值钱了。来来来，中了！来吧，这哪跑啊？这开场，妲己为啥19块钱呢？你进去就没了，大哥。他0-8-6了，哥们儿。哎，之前不是最低都20块钱吗？现在6块钱。现在多少钱呢？刚才我杀他一次，给了我19块钱。我说啥？刚才打个小便利还是多呢？助攻就给我20。咱们找机会夜水晶杀他去怎么样，兄弟们 ？OK， 先把这个高地的拍掉。这杆拿过去，这杆干啊！哎，我怎么感觉咱们都不掉血？4换1都合适。来，这杆上，这杆上，来！哎，师傅的棒，给我祭奠呗！直接死，直接死回来了。真坏呀，大哥！哎呀妈呀，干我来了，干我来了，干我来了！来来来来来，老板，我接你。老板，嗯。这妲己肯定打完游戏不玩了啊！肯定打完游戏不玩了。哎。哎，给咱这五个辅助也起个名啊！起啥名啊？你又想起名了吗？啊啊！咱组合得有称呼，显得咱们人心齐。起什么名啊？起什么名？改个意见。这把五个辅助，咱们叫。等苏烈，干妲己，把妲己干死。问问妲己爽不爽？哥问呢。妲己来了，我们来了。妲己爽不爽？来，冲！找妲己的位置了。你就夜塔他啊！等他出来，这一瞬间给他一瞬间给他秒了，他连摁金身的机会都没有。Okay. 我告诉你啊，小蝶冲一下子，我拽一下，直接来，上路那俩过来，那个仨过来，不敢套了。没事，来，快，不敢套了。没事，鬼谷子有大门，没事。8-7-6-5-4-3-2-1，兄弟们。来，等会儿，没死，
好好好，这个姚妹给我控住了，怎么这么多？差一丝儿啊！没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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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牵着我牵着我，没死的话，我刚才给他加口血。没死的话，这局怎么搞呢？没死的话，先整死他吧，等死他等熟了。必须先整死他。二十多秒。行行行，行不行？找机会找机会。找机会找机会。回家了，他回家了，他回家了。他不敢出来了呀。嗯，不敢呢。啊，上路有个刘备啊，他杀他一刀，杀他去，杀他去，带他。鬼谷子给我洗出来就完事儿。哎，调查调查，你大哥。不行不行，打散了，这边打散了，哥们儿，打散了。行行行，不行，撤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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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妈这蓝星二伤害起来了。撤回来。蓝星二经济起来了，大哥。啊。蓝星二经济起来了。他算个粑粑，他起。咱们就打蓝星二就完了呗，他别他六件装备都没用，不好使。算个鸡毛。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鸡毛都不是。咱们争取别让妲己杀一个人啊。OK。来了来了来了。别让妲己杀一个人啊，一个人也别让他杀啊。跟上跟上跟上。他不杀人他也不值钱呢。跟上跟上跟上。来来来来，我们就打他玩，到时候打完举报他啊。啊。我他出副我甲了。哎，等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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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出副我甲，没出副我甲。等死了等死了等死了。太惨爆了。来来来来来，找妲己找妲己。来了九秒。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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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举报举报举报零杠一十五挂记故意是我靠我操腿臀呐完了我看一下扣子这长得也太漂亮了我操三二分大哥你拉他我退出去我操我后悔啊我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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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